挑水果时就要选择漂亮的，鱼要新鲜就要选择眼睛亮亮的。买行动电源的时候，当然也有挑选的准则喽，就让秒懂超科技来告诉你吧。大部分的人在购买时都会先看电池容量，而有些商品会有上万毫安培时的大容量，但这是内部电池电芯的总容量，不见得就是实际上有这么多电可以使用哦。因为转换成电能的时候会有一定程度的耗损，所以要看额定容量才是实际可用的电量哦。现在行动电源的电量越来越大，所以安全非常的重要。选购时记得看看产品有没有过充、过热之类的保护机制，还有产品是否有保固以及投保产品责任险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再注意看看有没有 BSMI 认证。BSMI 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英文缩写。行动电源在送测后会经由一系列的检测，通过检测的商品会有标检局印制的黄色贴纸，或者业者自行印制的蓝色贴纸，这样才是通过国家检验能贩售的商品。选购这些行动电源，安全才更有保障哦。秒懂超科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